第218集。让我来！妃子这时候上前两步喝了一声，一个气波就打了过去，直接将花娘儿子打翻在地。我也趁机对着花娘弹了两下，她惨叫两声，随后身子一晃，变回了大肉团，在地上泥浆里扑腾两下之后，就钻入土里不见了。再看我老爷，此时身子也不动了，继而他的下半身就被泥浆掺了个稀巴碎，又是老招数，只是一个空皮囊。然而在地上的花娘儿子见状不妙，也连滚带爬的朝着远处跑，妃子又是一个气波打在他的腿上，然后我们就跑过去将他死死按住。你们想干什么呀？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！即便你们抓住我，俺娘也不会为了我跟你们妥协的，她不是我亲娘。花娘她儿子此时慌张极了，赶紧说道，生怕我们会伤害她。妃子一把揪住了她的衣领，用力往下一按，我也大声质问她，我弟弟的事你知道还是不知道？如果敢撒谎，我们立马就杀了。我真不知道，娘娘，你得救我呀！花娘儿子说着，就朝着四周呼喊。我的心里一股怒气腾的一下烧起，一拳打在他的头上，砰的一声，他的脑袋就嵌入土中一半，吓了我一跳，暗想我的力量怎么突然之间这么大了。因为我的这一拳，花娘儿子已经没了知觉。我们三个站起身，警惕望着四周，花娘是钻入土里没了，而老爷刚才也只是空皮囊，他的真身肯定也在这附近猫着，敌人在暗，我们在明，得赶紧离开这里。我叮嘱妃子保护好童谣，先撤到外面土路上去。妃子应了一声，就开始后退。我也赶紧从背包里拿出一张符纸和一个塑料瓶，里面是之前备好的鸡血，我用食指蘸了点，然后在纸符上写下四个字，金贵护身。这招是谢大师教给我的，但凡是有秽物近身，只要将这纸符贴到他的身上，就能燃烧他的魂魄，十分了得。只是我现在功力不够，只能使出一成了。退到小路上之后，童瑶问我现在咋办，是撤还是继续等？我说撤也没用，况且弟弟和我的身世我迟早是要弄明白的，干脆就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。别躲躲藏藏的，出来吧！我望着前面田地说，暗想老爷和花娘此时肯定也是各怀心思，他们的目的都是得到我，倒不如使用些计谋骗他们出来。花娘，你出来吧，我老爷骗我那么多次，我是不会再相信他了，你出来我就跟你走，但是你要告诉我事情的真相，我继续撒着谎。这招果然管用，我又继续喊了几遍之后，前面田地里的泥浆里突然冒出来一个大肉团，然后被流来的渠水冲在最前头，朝着我们这边移动。快到我跟前的时候，就变换成了花娘的模样。乖孩子，只要你跟我走，你弟弟跟你的身世我会告诉你的。花娘笑着说道，他那两个快挤眉的眼睛里透露着一丝寒光。我悄悄将手背在身后，免得被他发现我的纸符。可是我老爷还在附近呢，你不怕他，我可是很怕他，他的实力很强啊。我假装有点怯懦。花娘冷哼一声告诉我不要怕，金蝉大将不在这儿，我老爷不敢乱来的。说着他就伸手示意我过去。